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传承人崔中三。我是邱慧芳。我是高佳敏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向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恭贺新春佳节。我仅代表北京明春亮骨学研究会及下属的全国八个分会、48个辅导站，向武术界全体同仁拜年。华县太极拳协会，在新的一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，全家幸福，万事如意。在这新年到来之际，愿全我们的拳技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，愿全我们的生活像高粱穗一样红红火火，让我们撸起袖子奋发图强，共圆太极梦。祝大家健康吉祥快乐，祝河南电视台武术世界频道办得越来越好，祝全球